妈好像觉得能管得住我的就好。你以为都是哈尼该听秦霄贤的，其实都是秦霄贤听哈尼。来，过来，你坐这儿。哎呀，感动。秦霄贤，我就吃一口。去美食街。美食街。我不玩，我不玩。哎，上轿子。哎呀，你先把汤圆拿过来。哦。